今天报了一个 workshop，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泡咖啡，然后我报了11点，我现在已经要迟到，所以我现在要赶着过去。 这是怎样的？这是extra fine，就是最绵最绵的那一种。它是from不一样country，所以这边会有介绍来Guatemala。 杯子喝跟在纸杯喝有什么不一样？ Try 看。因为代表中，因为有时候杯子它会影响那个口感。这个只是给你一个 experience 说，为什么市面上有很多不一样的杯子。 为什么 cappuccino 的杯，他们有时候他们是会比较厚哦，他那种咖啡杯啊，他们是比较厚哦，他们是 contribute 那个口感跟 slightly 味道会不一样一点。比较厚的杯它，你会 feel 到那个蛋黄面啊比较薄嘛，比较薄的就也不一样哦，这样子。很白看哦，这个。 在你嘴巴里面，它的味是比较重一点点，比起这个，这个它是 slightly more， 好像你喝水的那种味道，比较轻。所以我们叫 body， 这个 body 它是在你嘴巴的重量是多少？现在我们来 try 看是做牛奶的。